全部人来看我搓啊！好好认真了，认真了。刚刚一切都是节目效果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很贵的衣服吗？很贵的时装吗？这个试试。是吧？几绝可以传空间？好像是四绝。好像是四绝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四绝。啊，对面双板不是啊？欸，其实我可以不用带能量套，为什么带能量套？没点进攻。欸，不是四绝，好像是二绝。四绝是晃倒那个，好像是二绝就可以空界了。课长耶！靠北！你一直几趴？五十几吧，五十四好像。五十四视觉，大招是干嘛用的？感觉都没用。我忘了有大招哎、欸。最有技巧性的。好。好，你是不是玩太多全明星忘记了什么？没看呀。我这样看应该是啦。好了，可以看破不说破吗？嗯，不可以。是哟。那大屏的版好像现在这版本最强，它可以跳很高。不懂哎、欸，我没宝玩，没玩板。老板，他们知道双板是没用的。剪，嚯！感觉可以带个晃倒。我的，靠呗。真假？必须的。我就说我认真的呗。节目效果太多了。蛮帅的，特效哎，是超帅的。直接加他，直接三百。哎呦！啊！靠北怎么那么快？没进，我刚才直接开大秒板，好像太快了哦。那个板，那个球都还没掉下来，球还没出来，我直接秒板。这个全明星秒板秒太多了，我觉得是。哎、欸，刺丝配 A 子还不错哎。有没有可能是对方？嗯。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好球！哼哼，早川。试试大招吧，好好好，想看大招，拍给你看。啊，点了两次。不是，你看点了，你点了两次，然后做了什么吗？那个刺丝消失了一下。不是、啊，你点了那两次大招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刚才做了什么？你不知道你人不知道你人不见了、哦。嗯，一般人是看不出的。刚才是什么操作？人不见的操作吗？那确实消失啊！
观众直接傻眼，有人看到刀了啊！呜、哦，还好还好。哦，终于讲，不是。这早上又被骂死了。观众直接还挺准，而且这个原地投篮没办法盖，而且还可以传球，还可以分，啊、还蛮屌的这只角色。他其实应该可以抄那个吧？可以啊，可以抄那个香菇桶那招。可以啊，但我不需要他，我可以单防。真假？可以单防哎、欸，厉害了！还是你这边直接挑战超联选手，直接组三排啊？说还是你这边直接挑战超联选手，你直接三排？你想太多了，那种事情交给仁哥做吧。完蛋！我走。个人认为大饼的板应该是大于值的。很小、啊。嗯，你捡到。你盖到。队长，我帮你迎新。哎、欸，队长，不要浪费我大招，队长。队长，队长，怎么浪费？哎呦，回来回来，来来来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真假？真假？直接邀那个四十三排。嗯，可以啊。这个很强。感觉他还算蛮会玩的。